我叫潘俊，今年19岁，来自贵州安顺，是云南省军区某边防团特务连的一名战士。拳击、当兵是我人生的梦想，也是我快乐的源泉。10岁那年，我第一次拿起拳击手套的时候，便梦想着有一天能站在拳击场上勇夺桂冠。从此我便开始了9年拼搏的时光。9年来，我参加过近30场比赛，曾经蝉联世界贵州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冠军。荣誉的背后，体育竞技带给我的敢打敢拼、不服输的精神，激励着我一次次跌倒爬起。我是听着爷爷当兵的故事长大的。2015年8月，带着深深的军旅情结，我告别了拳击赛场，来到了火热的军营，朝着特种兵的梦想一步步迈进。从拳击冠军到优秀的特种兵，看起来只有一步之遥，其实却任重道远。拳击让我勇敢，部队让我成长，在人生的两大赛场上，我朝着梦想努力前行。我是潘俊。讲述军旅故事，分享励志人生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军旅人生。他5岁学习乒乓球，8岁练习短跑，10岁接触拳击，15岁成为国家1级运动员。19年来，他的人生处处充满着考验与挑战。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，云南省军区某边防团特务连的战士潘俊。2015年8月，带着成为特种兵的梦想，潘俊参军入伍，同时他也迎来了人生当中最为严峻的一次挑战。直拳拿起来，出去的时候啊，放松嘛，整个身体在全身放松啊，打出去的时候打打。我们的小课堂是每周官兵们最放松、最开心的时候，因为大家都能在这里一展身手，小试牛刀。今天轮到潘俊粉墨登场了，战友们都跃跃欲试，想和这位拳击冠军一比高下。直拳、勾拳、前移、侧闪，几个回合下来，潘俊凭借灵活的闪躲始终占据着优势，战友们对他的拳法也是打心眼里佩服。潘俊来到特务连已经3个月了，在这里既有军事尖子，又有训练标兵，更有比武冠军。身在卧虎藏龙的特务连，潘俊有过憧憬，有过失落，有过欢笑，也有过泪水，但更多的是激励与成长。潘俊从小爱好体育，10岁那年爱上了拳击，从此便踏上了体育竞技之路。2010年至2013年，潘俊蝉联4届贵州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冠军。2012年，他被评为国家1级运动员。17岁那年，成为贵州省体育局拳击教练，并获得了国家1级社会指导员的称号。2014年，潘俊右手韧带断裂，医生建议他进行手术，然而手术也就意味着他要告别心爱的拳击运动，于是他采取了保守治疗的方法，坚持着用左手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比赛。就只手受伤了嘛，我就这个就这样不得这样，我就拿这手一直手在打，每一场比赛都打得非常艰难嘛，也没有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，但却让我收获很多，因为在拳击的擂台上，自己也体会到
有那种坚定不服输的那种精神，他却让我一生受益的。对潘俊有着深刻影响的，不仅仅是竞技场上的不服输精神，还有爷爷对他的言传身教。潘俊的爷爷潘永才1973年入伍，曾经是驻云南某部的一名通信兵。潘俊10岁那年，爷爷把珍藏了多年的军备送给了他，同时也把一个绿色的梦想深深根植在潘俊心中。他的一些当兵的军旅情节嘛，也使我难忘，因为自己也有那种想当兵的那种想法吧。因为直到我就是2015年8月份的时候，就打完自己拳击生涯中的最后一场比赛，然后自己报名参军入伍嘛，因为自己也抱着那种想当特种兵的那种梦想，然后来到了部队。火热的军营生活给了潘俊全新的感觉，在新兵连的训练中，他每天都充实快乐。由于潘俊的体能和协调性、灵活度都比较好，一直被大家看作是一根好苗子。他各方面在新兵连表现确实可以，这小伙子，第一，他跑步也快；第二，投弹也远，打靶也准。对于潘俊来说，要想成为一名特种兵，首先就要进入特务连。然而特务连可是卧虎藏龙之地，要想进门绝非易事，必须通过严格的选拔。因为我们设置这些科目，不是说要把哪名新同志考倒，主要是想检验一下新同志身上具备哪些素质，值得我们看重的，有培养潜质的。而我们连队的一种精神就是一个认字。新兵下连前，特务连组织新兵进行选拔考试，潘俊第一个报了名。和潘俊同时报名的还有20多名同志，所以说潘俊他想在这个选拔过程中脱颖而出，如果他没一点真本事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一次选拔一共设置了6个科目，在400米障碍、负重5公里等科目中，潘俊凭借体能和灵活性的优势顺利过关，这让潘俊信心倍增。第三个科目是泥潭举圆木，在考核个人体能的同时，还要检验两个人的配合是否默契。选拔中，潘俊和战友陈毅临时组成一组，与另一组战友对垒，时间不限。率先完成100次的那一组即为获胜方。最开始就是他快我慢嘛，然后节奏慢慢的就打乱了，然后后面我拼尽全力去赶上他的时候，结果他又慢了，到后面我们基本上都没怎么力气了。如果两个人的协同能力没有配合好的话，那你有再大的力量也是没有用的。对于潘俊和陈毅来说，此刻不仅体能消耗极大，而且冰冷的泥水也深深刺痛着他们的肌肤。旁边的两位战友因为相互配合的比较好，率先完成了举100次的任务，潘俊和陈毅两人输了这场比赛。一个科目没有通过，意味着进入不了特务连，潘俊很不甘心，于是他找到连长，要求再次挑战最快的那组战友。他说我们不能认输，我们还要重新来一次。
他走，我们两个去给连长打声报告，我们两个再挑战他们一次。连长宋勇又给了他们一次机会，短短五分钟的准备时间，潘俊和陈毅调整了策略，为逆袭做好了准备。我说一，起来二放下。他说等一下下去的时候，他在前面。一二三，走，放。潘军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，那个水是冰冷刺骨的，下半身已经感觉没知觉了，手臂更不用谈了，根本使不上劲了。但是，一旦看到他的背影在那努力的举，瞬间信心又燃烧了起来。不管什么了，什么也不想了。就是一个字，干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凭借着这股不服输的精神，潘俊和陈毅最终以100-95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他就跟我说他在部队里面学到了很多，就单凭一个举人墓就让他知道了什么叫团队协作，就让他知道了什么叫齐心协力，远远比外面得到那些比赛的名次更重要。在接下来的选拔中，潘俊越战越勇，最终他如愿以偿来到了特务连，用自己的坚韧与勇敢夺取了通往梦想之门的金钥匙。我叫潘俊，今年19岁，来自贵州安顺，是云南省军区某边防团特务连的一名战士。拳击、当兵是我人生的梦想，也是我快乐的源泉。9年来，我参加过近30场比赛，曾经蝉联世界贵州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冠军。荣誉的背后，体育竞技带给我的敢打敢拼、不服输的精神，激励着我一次次跌倒、爬起。从拳击冠军到优秀的特种兵，看起来只有一步之遥，其实却任重道远。我是潘俊。军旅人生正在播出，潘俊，铁拳练精兵。来到特务连的第一天，连长宋勇就告诉大家，进入特务连并不意味着就能够顺利的成为一名特种兵，每个战士呢必须从头学起，刻苦勤奋。潘俊心里明白，特种兵的很多科目依靠的是技能，单凭自己的运动员底子肯定是不行的，于是他开始勤学苦练，每个科目进步都很快，唯独牵引、横越和滑降这两个科目拖了他的后腿，这令潘俊十分苦恼。我们西南地区山高坡陡，古森林密，我们这个科目就是我们在野外的时候无法通过正常的道路直插敌后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的身前有一道约50米长的绳索，我们这个科目就是要从此绳索上面爬过去。在轮到他的时候啊，很明显他的身体非常僵硬，没有放松，这是紧张造成的。准备。每次训练都比其他人慢半拍，连长看着着急，潘俊自己更着急。有一天训练，虽然潘俊的手脚配合并不默契，但前20米他还是能艰难前行。然而就在潘俊即将到达终点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
刚刚掉下去的时候嘛，然后脑子里面一片空白。短暂的十几秒之后，潘俊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心里有了一个新的决定。啊，外侧脚背。连长，我说还想再来一次，我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一感觉，哎，这个小伙子不错，啊，韧劲非常足。我们侦察兵经常深入敌后，就是需要这种韧劲。我决定，就给他一次机会。虽说最终潘俊到达了终点，可也是涉险过关，他自己怎么也开心不起来。快点，快点！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在下午进行的另外一个训练科目滑降中，潘俊依然碰到了同样的问题，由于手脚配合不默契，导致再次失败。潘俊吧，他在训练中过于的急于求成，人家给他的包袱，他自己的包袱又特别重，他把想把一件事情做好，得到班人的表扬，得到他人的认可，但是越是毛毛躁躁的越干不好。曾经的拳击冠军，如今却成了连队里拖后腿的人，这让潘俊的心情慢慢跌入谷底。从新兵连的生龙活虎到现在的垂头丧气，连长宋勇看出了潘俊的变化，他决定找潘俊推心置腹地谈一次。对我说，如果再这样消沉下去，还不如回去当你的拳击教练。他思想上的韧劲啊，肯定是有的，包括曾经他面对着比他强大的对手啊，他都能啊战胜对手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我想如果用一种啊比较刺激的话语啊去激励他，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更能激发他的斗志。九年的拳击生涯，潘俊曾经多次鼻梁骨被打断，眼角被打裂，就算面对比他强大的对手，潘俊也一直斗志昂扬，从来没有惧怕过。连长的一席话再次燃起了潘俊的斗志，也让他重新找到了方向。沉下心来的潘俊经过认真分析后发现，虽然牵引横越和滑降是两个不同的科目，但是却有着共同的规律，把手和脚配合的问题解决了，这两个科目也就能顺利过关。于是一个针对自己的训练计划从脑海里开始浮现出来。每天利用午休时间，潘俊开始给自己加小灶。他想了个办法，在连队后山的山坡上找到了一棵树，拴了一根绳子，练习手脚的配合。一蹬一拉，重复那个动作，至少我估计下一个动作一个中午都可以重复几百次。他每次都要练到把默契度，自己的手和脚的默契度练到最佳最好，他才肯回去休息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潘俊也在一点点进步。就这样，一个半月之后，在特务连进行的阶段性考核中，潘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啊，这又整体排名，啊，发现潘俊的成绩，哎，提升了两位。慢慢的一段时间的这个积累和沉淀啊，这个他就会感觉到自己啊进步的非常大。就位。潘俊说，军营是他梦开始的地方，特务连为他的梦想插上了翅膀，带着他飞向更为辽阔的远方。拼搏成就梦想，在人生的两大赛场上，我要重拳出击，勇创佳绩。
如果说新兵连是把一名地方青年转变成一名军人的话，那么特务连就是把普通一兵培养成一名合格的战斗员。潘俊告诉我们，从拳击冠军到优秀的特种兵，他还有很多技能需要去掌握，未来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在这里我们也衷心的祝愿这位小伙子能够梦想成真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，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，登录中国军事网。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中国军事网 APP， 关注距离人生微信公众平台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，再见。从山里的孩子到山里的兵，五年的雷达站生活，大山见证了他的人生蜕变。专业不通的雷达兵，工作不靠谱的指挥员，又是如何变成人人看齐的标准哥？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，房怀玉，请叫我标准哥。